我外婆的这个锅可真的是有够大的，够我们吃的了。那个袋子里该不会是猫的尸体？我不会错过你，我们结婚了。他是首席，他不盯谁盯？我盯吗？我看见你的攻击力。小姐，有人抢劫！我外婆可真是够深的。怎么他离家之后，简直就像是开了挂一样。你们俩能不能吃苦？能。我真觉得你特别有魅力。我们做了三年的体操吗？该行。我活生生的把我的婚姻毁掉了。我想找到外婆，揭开这个谜题。可他这种行为很像拐人啊。打女人的男人既无知又无能。这感觉就好像重新认识了外婆一次似的。我一定会抗争的。你外婆这是用一辈子的忍气吞声换来了这一次的气吞伤。我现在想开了，我就多出来走一走看一看，别留什么遗憾。太好看了吧。生活处处是缘，能活一辈子，最终还是要找到自己。